早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嚟到360财经台，我系黄俊如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:05醒神前，先同大家分析当日投资策略嘅。今晚电话旁边咧就有国龙证券投资经理方泽桥先生 Kelvin 同大家分析今日嘅市况嘅。早晨 ，Kelvin。早晨 ，JY。早晨，大家好。哇，恒指咧今个礼拜又越升越有啦，但系睇翻琴日就好似开始冇力升啦。咁啊，系咪？代表開始回還是咩情況咧？還是小回調咧？咁我講一講個市況先咧。咁琴日就高開低收就，咁就琴日就高開到174點，咁最尾就高開到低收啦。咁就收報29,624點噶，咁升咗都成28點啦。咁成交都有過千億噶。咁其實中觀咧，成個市況咧，其實最近咧，由星期二開始咧，其實已經連升咗6日噶啦，由低位28,564點升到29,624點啦。咁其實升幅都超過成1000個點數啊，其實都升幅都非常之兩向噶啦，由低位。其實主要點解會咁樣升咧？其實因為主要咧都係由於內地嘅 PMI 咧個製造業數據咧就升穿咗50個零六分界線啦，係自2018年10月以嚟嘅新高嚟嘅。咁第二樣嘢咧就炒咗嗰個減税退費啦，咁製造業增值税咧由16% 去到13% 嘅。咁另外交通啊、運輸啊、建築行業嘅税費咧都由10% 咧去翻9% 嘅。咁其實依一啲可以減低咗盈利嗰邊嗰、那個即係、一啲中小企嘅一邊嗰啲嘅叫做壓力啦。咁另一方面其實依、這個盈利税收啦，即係嗰啲盈利税收同埋社保嘅繳費咧，亦都係即係其實依啲咁嘅税收加加埋埋咧，都超過成20,000億減咗噶個税項。其實個減幅咧就比2018年嗰陣時咧25,000億咧，其實亦都個擴大咗嘅。咁所以今次咧救內地嗰方面咧嘅救市嗰個力度咧非常之大嘅。咁亦都應望咧可以補翻住個 GDP 去到6.0至6.5呢啲咁嘅水位嘅。其實今年嚟講，因為其實個今年嗰、那個佢都預測到今年嘅經濟水位咧就會比較差少少嘅，咁所以一路用啲退税減費嘅方法咧，刺激翻嗰個股市啊，甚至嗰個經濟上面嘅。咁港股嗰度啦，其實而家咧就你見到咧由成個升浪啦，由低位28,500點升上嚟啦，其實之後我都講緊前10天同埋20天平均線噶。咁10天線咧就會跌喺29,034點嗰度，20天線咧就係28,968點。其實喺依個位樓上咧，其實都比較安全嘅。咁一升到依個叫做29,500、600點零依位置，咁其實都比較高位嘅。我就唔見喺依個時候高追嘅。咁咧回翻去挨住10天線或10天線呢啲位置咧，29,100至200點呢啲時間咧，先吸納咧，就反而安全度咧比較高少少嘅。咁中觀成升市啊，其實都係講緊啊，之前講咗成嗰條20天線咧，其實只有幾日咧係跌穿呢個位置。咁如果喺呢個位置收嘅話，我哋一路都從一路講緊呢個事情啦，就係、呢個線喺個線位度收。上收啦，其實都比較安全嘅。咁投資者可以睇住呢兩條線位嚟做一個買賣嘅策略嘅，答謝咯。10天線同埋20天線係嘛？大概呢啲位置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暫時嚟講，我都覺得而家比較安全，但係而家始終升穿咗呢啲位咧，有少少超，即係其實已經見到尋日有少少超買嘅情況㗎啦。咁其實所以咧，尋日就高開低走。咁但係咧，你其實睇翻呢個，即係又有啲消息公布啦，就係、內地嗰個遊戲審批嗰度咧，又加快咗啦。咁內地咧，尋日咧就騰訊咧有一隻權力的遊戲咧，其實審批成功噶啦。咁其實已經嗰個見到個手遊股嗰方面咧，其實咧亦都有啲咁嘅，即係你唔單止呢只啦。其實近呢3個月啦，其實手遊方面嗰啲嘅審批咧，亦都加快咗啦。其實好多遊戲咧都已經重新審批。其實呢個板塊咧，我就覺得係有啲咁嘅炒作嘅空間嘅。咁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啦。咁同埋我就覺得個股市而家暫時都係健康咁發展，咁上證咧就會睇翻。之前啊，3000點，即係個阻力位咧就變咗支持位啦。咁其實而家都非常之安全啊。咁暫時嚟講，我就會睇翻落翻少少啦，咁落翻少少先至作出吸納啦。始終依啲咁嘅高位咧，就有回調嘅情況咧，亦都唔奇嘅。咁所以睇翻29,200點依啲水位。29,200點，咁其實如果咁睇翻，即係話而家恆生指數好，或者就算上證相關嘅股票都好，其實都叫高位喎。咁呢啲即係策略，咁啊點做好啲啊？
其实咁讲啦，咁之前咧我都介绍咗啲内房板块啦，你见到1918啦、融创啦，其实都已经升晒上嚟噶啦。咁寻日仲炒咗一啲都系一啲嘅赌业股啦，你见到赌业嘅收入啦，都比预期高啦。咁其实呢一啲咧，其实我就觉得都系有一啲炒作嘅空间嘅。咁但系咧，总管嚟讲，其实呢个升浪咧，个升幅亦都比较大啦。咁我就唔会高追呢一类型嘅板块噶，因为内地内房你炒成差唔多成三个月啦，咁由啲低位炒到上嚟，差唔多有30%至40% 嘅升幅，其实都非常。犀利噶啦！一啲之前系炒一啲叫做大湾区啦，咁而家连一啲大型嘅内房股都炒埋上嚟，唔错。咁但系中观嚟讲，其实咧内房嗰方面咧，见到上年嚟讲，嗰、那个盈利咧都有成40%，即系平均嗰啲个行业嚟讲都有成30%至40%嘅增，其实都非常之犀利嘅。例如啲融创啦，其实而家市盈率咧大概7倍咯，会得，我就觉得有亦都会有一个升幅喺度嘅之后，咁但系都要等一等先啦。我觉得40蚊可能落翻去37蚊至38蚊呢啲市嘅呢啲咁嘅股价咧，先作出吸纳嘅。咁暂时嚟讲，我都系作出观望，因为而家个股价亦都非常之犀利，去到40蚊啦。咁但系咧亦都会之后咧，我都觉得会有一个仍然有个升幅喺度嘅。咁今年嘅增长咧，仍然都会有噶，因为始终佢哋头嗰几个月咧，其实个销售数字已经出咗嚟啦。呢个行业嚟讲咧，那个升幅咧应该就未完嘅，咁应该亦都会有双位数字嘅升幅。咁内房股咧可以可取嘅，咁另一个板块咧可以考虑下啲手游股噶。咁之前都讲咗啦，内地嗰啲重新审批一啲嘅手游行业啦，咁令到其实一啲嘅 startup 靠手游股一啲嘅上市公司啊嘅一啲大型嘅公司咧，其实咧佢哋重新佢哋嘅收入嗰方面咧，都一个叫做补升翻啦。咁所以我就觉得，除咗七八支嘅腾讯之外，其实可以考虑下其他嘅一啲手游股啦，例如 IGG 啊、799啊、网龙啊，或者我今日介绍嘅创1119啦，可以考虑下呢一只。咁咧，其实呢几只咧都唔错嘅嗰个板块，咁大家可以考虑下嗰个手游股嘅。手游股睇住个手游股啊！IGG 同埋1119叫创梦天地啊，系啊，创梦天地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而家咧个股价大概系6.4度啦，我就觉得6.2度呢啲位置咧吸纳咧就比较安全少少嘅。咁今年嚟讲，其实咧你见到啲手游嘅一啲嘅游戏咧，咁陆续都审批成功噶啦。咁其实今年咧好大机会咧，呢个手游业咧就叫做步，即系上年咧叫做步入寒冬啦。咁今年可能走出个谷底噶啦，所以我觉得手游股咧，其实今年咧有一个炒作空间嘅。咁中公三月嚟讲，佢哋嘅升幅嚟嘅，相对个恒指或者相对其他股咧，亦都系比较落后嘅。咁所以一啲手游股，例如呢啲新兴嘅一啲手游业，例如创梦天地咧，其实都觉得可取嘅。暂时嚟讲，因为始终佢喺低，其实佢喺嗰个招股计划跌落嚟咧，其实都未被翻到家乡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觉得呢一类嘅股份咧，可以搏一搏嘅。咁睇咧就睇大概7蚊度啦，咁跌到我谂6蚊度呢啲位置咧，可以再出吸纳嘅。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只创梦天地啊。6蚊位置左右出入吸纳，咁啊大概目标价7蚊左右都有。系啦，咁就挨住条200蚊先。挨住条系咯系咯，我就觉得唔错嘅呢条吓。OK， 咁啊 ，Kevin 有其他介绍有冇啊？咁咧除咗呢只之外咧，其实可以啦，因为咧之前咧讲紧啦，内地产生一个减税降费啦，咁其实咧有一啲大型嘅一啲嘅手机制造股咧，佢哋都会受惠嘅。咁而家例如只小米啦，而小米咧其实咧佢收咧大概有1000亿到，佢大概1000亿到咧系手机制造业嗰边嗰个收入嚟嘅。咁你谂下，如果佢将个制造业嗰个税收由16% 减咗成13%，其实都有成10亿至30亿嗰个税收个减免嘅。其实佢对佢哋整体嗰个盈利嚟讲咧，其实有一定支持作用啦。咁但系你见到其实个股价咧，而家咧110啦，嗰只小米啦，其实而家咧都有11.4，其实都系差唔多叫做成个升浪咧，都叫原地踏步，就唔系升浪嘅。呢只咧反而要等一等啦。因为等佢慢慢啲沽压咧烧翻上去，先至有机会升到嘅。咁睇咧就会睇翻14蚊、13蚊呢啲位置。呢只咧升上去嘅次次咧都俾人即系叫做落翻落嚟啊。所以咧呢只咧反而一适合一啲嘅短炒啦。升咧其实都会有一定升幅，但系你见到呢一只咧升到咁上下咧，因为始终咧你低高位就落嚟咧。
其實好多人咧喺一啲 IPO 啊或者更高嘅位置買入嘅咯，所以咧其實上到呢啲14、15蚊啊呢啲咁嘅位置咧，嗰、那個沽壓咧係非常之大嘅。咁所以咧我就睇翻13蚊呢啲位置啦，而家暫時嚟講，咁其實可以現價買入搏一搏啦，一個短炒嘅機會嘅。咁我就因為除咗呢個消息之外，其實佢啲5G 手機咧亦都比其他公司嗰啲華為啊過萬啊20000幾蚊一啲嘅。其他嘅一啲手機嘅製造商咧，其實都比較平嘅，咁所以咧呢只咧暫時嚟講咧都可以叫可取嘅，因為始終佢股價嚟講咧比較低沉啦，暫時嚟講，咁我就覺得咧呢一隻咧相比其他一啲嘅手機製造嘅股咧，其實呢一隻咧就比較落後少少嘅，咁大家可以留意就小米1810嘅。好，咁啊大家留意一下1810啦，咁啊時間差唔多啊 Kevin， 咁或者麻煩你總結一下好嘛？唔該。好，嗱今尋日嘅股市咧就升咗174點嘅，咁就最尾就高開低收啦，咁收報就29624點嘅，咁中觀成個升指嚟講咧，就連升咗6日噶啦，去28564點，升到29624點，咁升咗3點都有成千，跌過成千點噶啦，咁而家咧都係嗰句啦，都係要挨住條10天同20天線咧，其實咧如果唔跌穿呢兩線咧，就比較叫做安全嘅。咁投資者可以咩時咩位個作咗短炒咧，其實可以喺29000點至29200點呢啲水位咧吸入咧做一個短炒都呢個咧其實都比較安全嘅，因為始終個暫時嚟講咧個股市都比較強啦，同埋個成交量咧都比較大嘅。你見到內地嗰方面咧，始終一跌落去咧跌穿即係差唔多挨住3000點咧，上證嗰邊咧就會有個支持啦。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個股市都比較強咧，所以買股嘅話咧，咁可以比較叫做開放少少，咁可以持一個開放少少嘅態度啦，咁唔需要立住啦，最近嚟咗，咁所以我就覺得可以喺呢啲位置吸納，咁就投資者可以試下亦都可以試下一啲嘅叫做水油股啦，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博取嘅行業嚟嘅，最近嚟講，好唔該你。好嘅，多謝 Kevin。阿 Kevin 頭先提過嘅股票有冇持有相關權益啊？唔該。未持有相關權益，唔該。未持有嘅，好，咁啊多謝 Kevin 先啦，咁啊好詳細啊，麻煩 Kevin， 好，拜拜。多謝你，好，拜拜。